啊，谢谢西方弟兄的姐妹啊，两首非常好的歌。他是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神也是创造我们的神。啊，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身量啊，为我们传福音的是底敬父弟兄。我把时间交给基弟兄。好，感谢主，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新来的福音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我自己从成为基督徒到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些现实，我的体会来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在一起来享受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使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感谢主，因着你的爱我们聚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分享在你里面的成长，安静在你面前，因着你的话得着帮助，让我们都在你的爱里边蒙恩，让我们不断被你的话光照，得着生命和供应，让你的宝血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得胜的名，再得着更大的荣耀，让我们聚在这里不受仇敌的干扰。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聆听你话的耳朵，能够明白你的我们应该有的悟性和一个肯顺服的灵，顺服你的话。求主眷顾在以下的时间里，让我们大家都敞开心怀来为主见证荣耀赞美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家想一下哈，我们是怎么样或者说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又怎么样活在或者是说行在这个乱象多端的现实的世界里面。那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当然首先我们都知道是要得救，然后呢而重生。那么我们如何得救呢？首先是因着信，我们大家都知道，首先是因着信，没有信你就不能得救，那么不信就不可能得救，不得救那重生就无从谈起了。下面我看几段圣经，第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第九节里边所说到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还有一段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里边所说到的，当信耶稣，你和你的家人都必得救。那么我觉得可能有人会问啊，那既然说信了才能得救，那我信什么呀？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我就再引用一段圣经，其实很清楚，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基督徒大家都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要信的，其实这就是个事实，这段事实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自己的经历和你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和之后的经历，你想一想，这个两千多年前，那么为了拯救人，神才差遣他的这个独子
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其实就是为了要来拯救人。那么当他在世上所行的这30多年里边，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其实他都在彰显神对世人的爱。因为我们世人其实犯了罪，得罪了神，但是神根本就没有放弃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这些罪。那你看看，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瑕疵，处处都彰显神的爱的这么一个独子来到这世上，为了拯救我们的罪，可是他还受尽了很多屈辱和刑罚，最后这些被这些人给钉死到十字架上。他当时被钉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而且你也能，而且我们在一些章节、一些书里边也看过，就是他也呼喊过，但是他知道这是为了成就一个事情，父神的旨意，用他的宝血来洗清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说，你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神没有放弃我们，不管是我们怎么样得罪神，或者是多么污秽不堪，多么作恶多端的恶人，神都是要拯救的。这就是彰显了他的爱。你说神以他独子的生命来代替人洗清罪，这就是神拯救人最终的手段和事实。让我们认真的去想一想，你说这种无比的这种恩惠和救赎，其实只有天上的父神才能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任何你都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就要牢记这个事实，我们这个事实就刚才所说的，神赐他的独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这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因为这就是你首先要相信的一个事实。所以说，因着信得救是神的应许。那么神依照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给了我们这个应许。那主耶稣为了人的罪死了而又复活了，神就是以这个事实应许了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相信了这个事实，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才得救了，才重生了，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其实就这么几个过程，我们要很清楚。那么谈到得救，其实我可以举，大家都知道，我可以举很多例子。你比如说一个大船行在海里边，然后船翻了，遇到海浪了，翻了。翻了以后，人们就几乎没有希望了嘛。那么这时候大家都盼着能够过了一艘船，能够把我们都救上来，那心里的盼望其实都可以想象。那么最后来了一条船路过，把这些人都救起来了。再有一些地震的时候，你比如说人都埋在里边了，没有死去的就在这峡溪里边，那时候他怎么想，就是多希望盼望着有人来救，把我救出来，我能活过来。其实从这些很多残酷的这些例子里边，不管是海里边的还是陆地上的，我们能看到一个事实。其实我们总结一下，你想想，其实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使人脱离危机生命的那种险情，其实就是得救，让人脱离那种险情其实就是得救。这种结论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此呢，我们再引用一下一段经文来强调一下我刚才所说，就是《使徒行传》的4:12，这里边说到了，除他，那就是指耶稣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依靠来得救。这句话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你没有别的路径可走能让你自己得救。所以说我们实在是没有理由啊不相信神的救赎。主耶稣的献上，我们相信这是人得救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这是神给人定规的。所以既然你承认也接受了这个事实的话而得救了，那么就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亏欠、卑微、感恩、敬畏的一个位置上来面对神对我们的救赎，同时在这里边也要体验神的大爱和拯救。那得救了，也重生了，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了，那想一想，神花了如此之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那么我们该怎么样行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让爱我们的神得到荣耀和得喜悦呢？这个问题在我们基督徒的脑子里边应该经常提醒自己。其实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大家想一想，一般也就是分成三个层次，两个层次。你成为基督徒，第一个就是首先要相信和接受神，这是第一个层次，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及他为了拯救人所成就的事你要相信。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神已经成就的救恩，那我们立刻就成为了蒙恩的人，罪也得了赦免，成为神永远的儿女。这是我们第一个层次。第二，另一个层面啊，其实就是相信并且依靠神，这个第二个层面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将来的事情必须相信神是信实的，从而呢你就依靠他，要相信的，要依靠他。在这世上每一天的生活里边，许许多多的环境中，要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的信实，那么日益不断的追求、操练、坚信、坚固这个信心。也就是说，就像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那里边提到的，这信心的锚是抛在主身上的，所以呢是坚固不会动摇的，也是经得起试炼的。这个我们在这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在这人世间呢，活在神应许我们的可以生存的这个时间段里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嘛，对吧？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身量来，这个对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信主以后，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应该非常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一个人呢，一个活人，我指的就是活着的人，这个生命其实在你身上有大约就有三个部分。其实哪三个部分呢？我的理解，一个就是你自己肉身了，就是你的身体，你活着肯定人有个身体，再一个就是有个灵，还得有个魂，这三种东西就是一个人存在着这个世上一个条件。那第一个我先说说这个我对灵的理解。其实灵啊，其实就是我们与神沟通的一个凭借。那么灵的功用吧，一个就是良知，一个是直觉，再有就是交通。我觉得这三方面，你看我们得救的时候呢，灵才能活过来，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灵其实就是死的，对吧？那么你灵活过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在灵里面与神去沟通。那么当人犯了罪啊，灵其实不就死了吗？我刚才说其实也就失去了功用了。那么失去了与神沟通的凭借，就等于我们没有灵了嘛，就没法沟通了。所以这些啊，像在以弗所书里边第二章的前几节都说得很清楚了。所以那么就感谢神嘛，我们一定要感谢神，是他来拯救了我们，那么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的灵才复活过来的。我们灵复活过来以后，我们才恢复了能与神沟通的功用，那使我们能够
与他沟通。那我们既然成为了基督徒，就一定要活出基督徒的身量来，那必须清楚这一点，一定要活在灵的里边。那让我们再重温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洗净我们的天良，洗净我们的良心。其实良心呢，就是灵第一的感觉，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什么是不合乎他旨意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良心所能感觉到的，也只有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心里面的圣灵才能够教导我们这些东西。圣灵住在灵复活的人里边，就是这个功用。只有灵复活的人才能够与神去沟通。那么第二个理解，我就是对这个魂，因为人完整的这个生命有三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理解这个魂呢，其实魂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个性，这个个性其实就是魂的这个载体。那么我们的魂就是与人来往的凭借，刚才我们所说的灵是我们与神沟通的凭借，其实这个魂对我们现实生活里边的人就是与人来往的一个凭借。这个魂每天的生活都是在魂的那种支配下的。那么当然魂也是有几个功用了，一个就是很清楚，这魂其实也有三种，就是第一个就是情感，有情感，然后呢再有思想，那有了思想，那就会产第三个，就会产生一种意志。这三个东西它的功用就是在魂包括的。那我们每个人，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每个人都有情感。那么情感其实就是表现在你喜欢啊不喜欢的什么这些事情上，就是说你对外界的外面的这种感觉。那么魂活动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情感在接触外界，有了情感就会进入你的思想，那么你天天想的就是你的情感所能接触到的那些东西。那么喜欢的你就想着怎么样，哎，我得得到它。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就是欲望了。那么到了这一步，也就是说思想成熟的时候，那你就要做一个决定了。这个决定其实就是我们的意志。你想想，平时我们大家都不会想这些事儿，其实就自然而然的，就自己就活在这个魂里边的掌控之下了。那么简而言之，不论是得救的人呢，还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这两种，就是在接受主之前和接受主之后，其实我们都活在这个魂的层面里面，你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没有信主之前，这个魂呢就是受着撒旦魔鬼的这种掌控，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多欲望，那么撒旦魔鬼就会借着你这种在这种状态下，他会借着许多一些犯罪的花样啊，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对那些喜欢的东西啊或者事物啊就产生很强烈的欲望。那么然后呢他就想尽办法来满足你的欲望，从而使你决定去做那些喜欢的事儿，满足你魂的要求。所以说魂呢就是一个人在现实世界里边活着的一个主宰就成了。那么没有得救前，我们就是活在那个像主耶稣说的嘛，就主耶稣称之为世界的王，我们就活在这种主宰下的空间里边。那么请注意，这里被主耶稣称之为世界的王的，其实在以弗所书中就是称之为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其实就是指的魔鬼撒旦。那么人活着这第三个部分呢，就很简单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肉身，大家都晓得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了，一个躯壳。神赋予了这个躯壳的灵和魂，
我们才活着，对吧？身体其实就是物质，它的性质和土没什么区别。那么当身体啊要缺少了一些必要的那些元素的时候，这个我们都明白，就会感到很虚弱，要出问题。那么就像在学校里边，我们做这个高等数学题来解题的时候，有那种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也就简称是充要条件。这俩条件都满足了，然后你才能有解，做数学题的时候，对吧？那么就叫你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一样的，就是存活在有限的物质空间和时间里边的。那么这个物质的身体是和物质接触的媒介。那么看得见的世界只能用我们身体来接触。那么这就是身体的功用。你可以用眼睛看东西，用手去拿东西，但是只限于你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你看不到也拿不到的其他地方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受限制的，神的救恩也是针对我们这个人的需要，他拯救我们，先是让我们的灵复活过来，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刚才说了，灵是死的，就是神来拯救我们以后，让我们的灵先活过来，能够恢复和他沟通的这个凭借。然后呢，他还叫我们的魂呢也得得着拯救，因为你要面对这个世界。身体啊，我们都知道身体谁都有，但是灵魂要是不完全，那我们其实就是个行尸走兽。我们对得救和重生啊是如何发生的有了一点认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那么又清楚理解到灵是与神沟通的凭借，魂是我们面对世界与人来往的凭借，那么就要在灵里我们得不断地修炼自己，与神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来求神的恩典和旨意来引导我们。接受了主的救恩，也就是接受了神的生命。其实一个基督徒在基督的生活里边，其实就像一个小孩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那么一定要得天天长大。那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有了神赋予的生命，灵也活过来了，但是这生命在我们里边其实是很幼小，那么在神里边就如同个婴孩是一样的，需要长大。神也愿意看到我们一天天的长大，其实我们长大了，神就满意了，也就喜悦了。既然我们要成了神的儿女了，那就要在神里边得以长大才行嘛。我们下面再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四节，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种各样的异端。然后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边还有一段，就是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圣经里面这几段圣经都一再地提醒我们，你怎么样去成长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所说的长大，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就是属灵生活上的一种要求。我们得救了，也是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附在他的权势下边，任他摆布，顺服他那种摆布而活着的，其实就是活在罪中。那么接受了主的救赎以后，就脱离了罪和死，那么也脱离了魔鬼的掌控，不再做他的奴仆了。其实我们脱离了他的罪的掌控，
这对魔鬼撒旦来讲，其实对他们来讲，那是真是无法忍受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再把你拉回去，对吧？从神的手中夺回去，使我们不能活在神的恩典里边。所以他会用这魔鬼撒旦会有很多一些似是而非的那些道理来说教。我指的是对基督徒，他们是要拉回你，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冒用主耶稣的一些，主耶稣的名来对你讲话，就是土话讲就要忽悠你，对吧？叫一些基督徒，有的时候你要是在属灵的里边不是很清楚的话，有的时候会受骗，被迷惑，那么就离开神的正道，就落到了这个魔鬼撒旦的那个罗网里边去了。那么这样就以至于你失去了神的祝福了。其实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我可以说明更深入的说明一点，就是说，比如说2年前我在这里边我也做过见证，我曾经与弟兄姊妹们做过见证。我12年的时候，当时被查出癌症，就是胰腺癌，几乎因为胰腺癌很恶嘛，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那么当时医生就告诉我了，哎 ，Jeff， 估计你还有6-7个月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尽量为你治，然后你珍惜这几个月和家人好好在一起的时光吧。你说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你说我自己是个什么反应？对吧？我是个基督徒，但我也是个现实的一个活人，对吧？面前说过。咱们前面我刚才说了嘛，活人的生命那三个部分，身体、灵和魂，那肯定我也不例外了，我也是这三种。在这儿呢，我比如说我做个假设吧，就假设我不是基督徒，我没信主之前也没得救重生，那么我的灵就等于是死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和神沟通的凭借了，我要是没有得救，我就没法跟他沟通，那么只剩下的就是一个身体，一个魂，我的灵没有了嘛，对吧？按照魂的那三个部分，你想想情感、思想和意志。那首先从情感上来说，我那种情况下，我要是听了医生跟我说的这些话，我第一个情感里边第一个感觉就是很震惊、很茫然、很痛苦。哇，这怎么回事嘛？就轮到我身上了。然后你就得思想一下，你是治疗还是等死，对吧？那么思前想后呢，你就会产生意志了。我说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情况下，我会这样做。那么我产生这个意志是什么东西？就是 Jeff， 你得治，有一点希望，你就得活着就好。然后结果你说开膛破肚的，该拿的就拿掉，该切的就都挖出去了，对吧？你看。在魂里边，其实这第一次的三个过程，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没有接受主，这三个过程就是这么过去的，一二三，最后决定是能活着就行，对吧？然后你说这手术也做完了，这第一三个过程在魂里边过去了，然后你推到 ICU 里边去了，那么神志也不清醒，稀里糊涂的，是吧？麻药作用。过去以后，那伤口肯定会剧痛，非常非常痛。那个时候你在魂里边，你第二次的这个魂的这个功用又会出现。你那种情况下，你说怎么办？就想了，哎呦，情感上想，哎呦，这剧痛真是让人难以忍受。那么你就会想怎么办呢？这个得让医生，因为那种情况下在 ICU 里，他给你用的止痛药都是很强的那种。里边有一些吗啡因呢，或者什么都是毒品，那个用上就很舒服，这个我真是有体验，但是我没成瘾。然后你说这个时候你就想要止疼，你的情感上肯定要这样想。那么不管是止疼药有没有毒品，那时候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就想，因为你又不想成瘾，但是你又忍不了那个痛，最后怎么办？在你思想里边，第二个就是说你思想里边想。你就会想完了以后，这些事过去以后，你就想，我得做个决定，一定得用，要不然我受不了。
管它成不成瘾，用了再说，让人舒服就行。你看，这就是我们在魂里边就这么几个过程。啊，你很快，你想一想，我没得救重生之前，成为基督徒之前，你说在这种状态下，你所能经历的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点？在你魂里边挣扎，最后做出的决定都是按照人的魂里边那个所能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在魔鬼在掌控你。那么，但是感谢主啊，我是得救重生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是主会让我明白我所经历的这些病痛啊也好什么，其实都是撒旦恶意的那种来对付我们基督徒的。你要这样去想，对吧？那么我的灵是因着信得到复活过来的一个基督徒，那有了与神沟通的这个凭借，所以呢，我就会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来面对上边所说的这些事情。啊，我再说，就是说我那个手术啊，还回到那个手术里边，因为我想让大家，尤其是福音朋友们，应该很清楚这个信徒是怎么样来在这里边真正的去面对这些东西。我记得那个手术11个小时，早上8点钟被推进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当时根据医生也说的挺好，说啊 Jeff 啊，手术很顺利啊，然后慢慢恢复吧。可是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被推进 ICU 的时候，刚刚睁开眼的时候，我第一个直觉，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第一个直觉，我就是感谢万能的主。我从手术室出来，没扔到手术台上，这是我马上第一个感觉。刚醒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呢，这个当时我就在想，这就是主在做工。所以马上你就得祷告，在那种情况下，你肯定要祷告，主啊，我必要见证你的得胜，因为主留我在这地上，就是要为他来做见证的。这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在那个时候醒过来的第一个感觉，非常真实的一个感觉。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那个身体非常虚弱，那种情形下，所以呢，你就更应该要学会多多仰望主的怜悯，坚信不依靠主一天你都过不来。那种情况下，反正我是经历过的人，我很清楚。那么我祷告仰望神，是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功，而且在我身上做的功就彰显了他的大爱。感谢赞美神，很奇妙，神就聆听他子民的声音。在我那个伤口愈合的那段时间里边，其实很痛嘛，尤其是夜里边，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像我都能听见隔壁的房间里边的人的声音，因为我住那个 ICU 附近，那都是很重的人，我能听见他们在呻吟，我自己就没有那种哼哼哼的那种声音，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不会那样做。当时疼的都没法睡觉了，其实半躺半坐的那种形式下，无法形容的那种疼。可是我是个基督徒，我又不想让那个医生总是给我用那种毒品那种止痛药来麻醉我自己。那么怎么办呢？我就只能老是不断地去祷告，去说服自己一定要抵抗这些东西。这些你就想着撒旦在诱惑你，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你，你不用相信这些东西，你就赶快用那些毒品。其实我上次已经说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偶尔的经常会想起来，哎呀，我跟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那种痛苦，我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你要往这想，真的挺有效的。就想我这点痛苦根本不算什么。你要不断地感谢主，因为主在救我们的时候，救我们从罪里出来的时候，他所遭受的那些痛苦，其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天祷告，每天去赞美神、百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那一段。所以我躺在那里，我也是这样想。一个是感谢主，一个是
和他那种痛苦去比较，我就能看过去。当时我记得躺在那儿不停地祷告啊，祷告祷告，自己一定要看过去，绝对别用这种毒品，嗯，成瘾，那么不能给这个魔鬼撒旦那种任何机会，让他来掌控我，我又不是他的奴仆，对不对？我任他去摆布，我就什么也挣扎不了，活在他的那种罪恶的手中，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虽然不断地攻击你，但是你要，他虽然想把你从神的手中夺回去，听他的控制，使你不能活在神的恩典里边，可是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接受了神的救赎，你就应该有另一种方法去对付这种东西。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又是一个活人，你祷告的时候也确实有的时候疼的时候，你不得不用一点药来止那个痛，所以我就想，我不用那种毒品，我就用普通的盘丹道，就跟医生要，我不要你那个药，我就盘丹道，我就可以抗过去。其实就这样，在病房里边，我住的那个一段时间里边，就是每天那几乎是因为没有事情，躺在那里，满身插了五六根管，挂在那里。唯一你能做的，就闭起眼睛来，真正的在灵里边去祷告，去和神去沟通。你一定要深信，若不是主的许可呀，你这种病也轮不到我。这肯定，这个主肯定有他的美意，有他的安排，肯定只要是神的安排，我就认为一切都是最好。他肯定要通过这种方法让我知道什么，学到什么，所以就豁然清楚嘛。所以一定啊，要知道神的意图，他是让你在这个试炼当中去有长进。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这样想，你得了这种病，对吧？在病痛里学习，让更多的亲近主，安静地等候主的旨意，相信主所做的绝对不会错。在那种情况下，你就把自己完全交托到神的手里边，对吧？安心地在主给你的环境里边去顺服他的安排，也不住地与主保持亲密的沟通，在灵里边要跟他有来往。那么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主他绝对不会离弃我，真是神的恩典，说神的怜悯。虽然在患难当中啊，他却一直在看顾我，这说明我们坚信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所给我的一切奇妙的恩惠。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那么基督徒啊，是得救重生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边啊，第三章应该是3-5节吧，3-5节啊，记得主耶稣对一个法利赛人，就是那个应该是个犹太人的一个小官吧，叫什么？叫Nicodemus， 对，那主耶稣不是对他说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还有，耶稣基督还对他说，就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两个，一个是不见，一个是不进。如果你没有这两点，你不可能和神有任何来往和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去。那你看，我们是神的宝贵的儿女，没有理由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坚信神的救赎，神救赎的恩典何等的大。现在我们认真地去想一下，我们就不能够违心的去不信。然后呢，所以呢，要牢记我们是怎样得救的，那个得救过程你要知道，因为信才得救，而得了救才得重生，得了重生以后，你才灵才活过来，你活过来以后，你才能跟神有沟通。那你在跟神有沟通的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不是你所掌控的，你是把这些东西交到神的手里去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信徒还是我们福音朋友，我们需要听神的教导来坚信，怎么样让我能够信。所以我用我自己的这些理解和体会来跟大家享受不是享受，叫分享一下，对吧？我们应该在不神的这个指引下，那么要在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时光里边，我们的生命就很短暂嘛。我们永生的时光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在这儿，对吧？在这个短暂时光里边，我们在属灵的方面肯定得要不停地自身修炼，照着主耶稣的样子要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脱离魔鬼撒旦的那种掌控。我刚才说过了，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反正我当时总是这样想，我是多幸运能够被神所拣选，所以一定要牢记永远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我被拣选了，有一颗感恩的心，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利的还是这个坎坷的，其实我们都要感恩，因为这个恩是从神赐给我们的。顺利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主的美意，当然你坎坷的时候你一定也要祈求主的眷顾和怜悯，那么还要学会凡事要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世间的生活里边，谁也预料不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自己的体会一样，对吧？但是呢，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日夜保护我们的，并且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灾害和凶险，随时都会将我们托起，使我们化险为夷，出入平安，不受任何伤害。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保障，心灵有平安。这些感触啊，其实我记得前两年我也说过，就是我就参考那个诗篇的121篇，那个对我的启发也非常非常明显，老是记着，对吧？耶和华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脱离这些危险，是吧？耶和华保护你，你出你入，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个对我的作用非常大，那段诗篇。因为我在医院里边的时候，我也经常就是用这种诗篇来鼓励自己去面对一些很困难的那些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想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里边，你想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周围诱惑我们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东西？这个我虽然经历了这两次，我不是一次，刚才我说的是第一次癌症，我经历了两次癌症的这个试炼，但是在这两次的过程当中，我最明显的最大最大的收入就是我是个基督徒，每一次我经历一次癌症的考验，我得到一个长进，我第二次癌症以后我得到更多的长进，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第一次什么样，我第二次得以后我又是什么样感觉，在属灵的里边，你就使你自己更加的这个有长进。那么你要有了长进，其实神就得到荣耀和喜悦，因为我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些试炼都是神在做工。就像我第一次那种胰腺癌，因为我都被告诉了，你就六七个月的生命，我现在还能站到这里边12年了，而且你们看我的身体也没有那么弱了，所以你说这种奇妙的工作，对我们基督徒也好，对我们初信的福音朋友也好，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在此也非常非常盼望着我们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那个能听到我这些经历，然后再经过不断的跟基督徒这个和这个在属灵的方面有所接触，有所长进，
更深入的了解神对我们在地上这段生活有多么重要，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对你的一生有多么重要。那么同时呢，我也盼望福音朋友们能够早日的和我们一起来走入到朝着神国度走的那条义路上来，大家在一起来，不只是来分享，来共同享受主给我们的一些恩典和恩赐，同时呢，也让我们照着神给我们指出的那些，对吧？活出一个有基督徒的那个样式的一个身量，就是说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要知道哪一个是按神的旨意，哪一个是我们不该做的。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清不清楚，东一下西一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能够听进去一些。然后我现在结束之前，我有一点祷告。感谢主，你实在是万能的主，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你。有这样的一段美好时间和弟兄姊妹们还有福音朋友们这些交通来分享我所经历的这一切，真是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得到一些启发，让我们更进一步更深入地认识神，让我们一起在神为我们指的义路上与主耶稣同行。必须凡事依靠主，凡事求主引领，凡事感恩，照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的相爱，如同他爱我们那样，让我们都因着信，真诚的信，得救重生，使我们自己活在基督的指引的生活道路上，活出一个基督的身量来，无时不刻的荣耀赞美我们的主，扬他的名，荣耀他的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谢谢，感谢大家这段时间。我们谢谢迪弟兄，他用他的见证来告诉我们，还没信主，然后信主，然后以后信主以后怎么走神的路。弟兄不单单说到要我做基督徒，如果你们听的话，他说好几次重生。你知道如果几十年前你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你问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 Are you a Christian? 他们答案是 Of course, what do you mean? 那当然是基督徒，你怎么意思，我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你可以问下一句， Are you a born again Christian?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吗？他说 What? 什么？他可能不知道你说什么。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我是基督徒，因为这个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连我爸爸妈妈都是信神去教堂。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不是头脑上一点的认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重生。好像弟兄所说的，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如果有的话，你的道路就不同。弟兄说，他病的时候，要决定动手术的时候，如果他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会这样走，这样决定。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道路又完全不同。我想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要搞清楚的。如果你以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问一下，你真的重生了没有？ Born again 就是有个新的生命在你里头，有没有珍惜的，能经历的，能依靠的？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做什么，那恐怕你肯定就没有重生，你就要把这个弄好。但愿我们不单单只是信了，头脑接受，是我们的灵魂体都走在一个新的道路上。耶稣真的爱我们，不要放过，不要放弃。我们一同来唱一首歌，当弟兄说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真的是这样爱我们。
大本诗歌的611首，611首。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人像耶稣这样的爱顾我。可能不太熟，我们先听那个音乐一遍哈，非常美丽的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有没有感情真的告诉耶稣他这样爱我们？我们一同来唱第一节。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你们觉得能不能把耶稣这个爱，作者从心里面有一个感叹，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好像耶稣的爱我们，这样付了重大的代价来爱我们。弟兄刚才也提到，其实我们没有别的反应，面对这个大爱，我们只能接受，只能跟随他。好，我们重新把整首歌唱一遍。如果你懂得唱的话，就大声一点。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这样很恩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当我现在最终耶稣来寻找我，那是我心中充满希望痛苦，主用他慈爱大能帮臂怀抱我，引导我走上那永生的道路。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曾这样恩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每一天，每一天，他重新珍惜他的同在，使我遇见领会他爱的无限。但我仍不明白他为何在救我，直到那日当我亲见他容颜。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将耶远人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
哉，主爱我何等大哉，不是过去，是天天都能经历。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个新的朋友，我读你的名字，请你站起来。郑建国，郑建国朋友，请你站起来好吗？我们欢迎你，是陈楚华弟兄带来的，欢迎你，请坐，也请你留下跟我们一同吃饭，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你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有个报告，就是上几期有说到，这个礼拜六不是在我们教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一个在基督学院，在 Burwood 的 Christ College 有一个公开的讲座，讲员是戴季仲牧师，戴季仲就是内地会成立人的戴德生弟兄的第五代的曾孙，就是 great great grandson 啊，感谢主，第五代一直的忠心的跟随主，蒙恩得救，立志侍奉，在背后我们有一个报告的。更详细的，他的题目是家庭的信仰传承，地点在 Burwood， 但同时在不同的教会有一个广播，我们教会没有，一个是在 Castle Hill， 那个宣道会，一个是 Pastel 那个华人公理会，许多弟兄姐妹也去过了，另外就是坎培拉，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9点钟，那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如果见证弟兄姐妹如果去的话，希望我们大家都得帮助、感谢主，我们都聚会就结束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的天父，每一期我们想到你真的如何的爱我们，我们蒙恩得救，本来没有指望，没有神，今天我们能够重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你的恩典，你的大爱。主啊，教导我们活在灵里面，教导我们活在新的生命里面，天天的跟随主。你也应许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何等大的应许，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早上让我们这样的聚集，纪念你，听你的话。但愿我们都得吉利，我们彼此的劝勉。也谢谢主为我们预备午餐，祝你洁净，祝你祝福。也祝福在厨房为我们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的神保守我们这个星期的路程，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透过各样的人事物教导我们依靠你，敬礼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